看什么呢？下面好多人啊。哦，那些是粉丝，自从你和未来红了之后，每天都有很多粉丝到剧组来看你们。那还有粉丝给你写信呢。粉丝？是可以吃的那种粉丝吗？嗯，是也不是，就是一个人的支持者就叫粉丝。那为什么不叫面条啊，要叫粉丝呢？是因为面条不好吃吗？嗯，你还真是十万个为什么。因为粉丝的发音是这一串符号是什么意思？I love you， 就是英文，就是我支持你的意思。那我也 I love you， 任何时候我都 I love you。出来，你问我啊？对啊，你叫福宝，林一石的经纪人嘛。啊，他今天全是内景，一时半会出不来。那哥哥呢？哥哥呢？哥哥啊，你说未来啊？对对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，天儿也怪冷的，你们都早点回家吧，我先忙了。福宝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让你来剧组，不是让你端茶倒水、跑腿打杂的。你是不长记性，还是觉得我说的话不重要？老板，我就拎个水而已，没事的。你能帮我签个名吗？哦，对对，我好不容易来的。找我签什么名？都回家吃饭。啊，别走呀！走。福宝，你能不能帮我们转告一下弟弟，他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。好的呀。那个福宝，这个你可以帮我转交给未来吗？我毕业后会去你们公司实习的。行，没问题，谢谢。这天也怪冷的，大家都先回家吧，好不好？你们什么时候杀青啊？快了，到时候大家在屏幕前面支持我们就可以了。那你们平常拍戏累吗？嗯，工作嘛，有热情就不累。福宝，你能不能帮我写个新年祝福啊？我写啊。对，就你写。好吧。别挤别挤，往这里跑了。哎，全都回来了。我也看到了，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吧。哎，好好走去吧。他们都应该走了吧。我们出去吧。